普通人如何挣3000万的第三期。我操，就一包。才到货一包啊。一包就一包，先赚吧。这一包多少个？它有5个，哇，好小的哦。对。这应该是这些短的地方。对啊。才到一个，这个展示展柜已经到了，还有箱子。哎呀，工具呢？它里面有工具的，不用想。普通老百姓如何挣3000万就收手？第三集。今天这个展示架已经到了，现在老表在拆这个墙纸。能不能够有没有发修？有没有发少？应该不会少。我明明订购了2卷，他才发1卷呢。这个架子好、哦、挺重的。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快递拿少了？啊？有没有一种可能是你快递里面拿？没有，已经都在这里了。这里就1卷，10米、20米，差很多。20米啊，1卷20米啊，那这里差不多，那也只有1卷了。那不是1卷10米，它这里应该有20米，应该差不多。那应该是弄在一起了。嗯。OK， 现在来贴墙纸，先还是装货架？装货架吧。我觉得也是，我感觉这个货架质量很差哎。对。拆出来看看，这把刀质量它就真的。4800，不过也没什么标准。哎呦，这个，妈了个，全部都是板来的，这个别拆了，它只有板。它是拆分打包的，一个架子都没有。对，都是成板。下面就只有钉管子了，那还得装不了，真是。行，你怎么装啊？只有8-9块板。先把墙纸贴现在这个已经刚刚贴完，60×20米的只能贴这堵墙都贴不完的呢，哎，看一下，装灯啊！你现在搞服装了？对啊，我一直搞服装，那你都不知道。因为我这两边这一堵墙，这里装了个展柜，还有这边装一堵墙展柜，还有那一边展柜，就是这堵3堵墙，还有那边那3堵墙。衣服的展柜是吧？对。那你是要装这种导柜车灯吗？啥意思啊？你当灯是准备什么样的灯？有什么样的？你是去当衣服还是当什么？照衣服落地下来身边。那就当导轨了，导轨射灯了。做导轨的话，其他灯不用拉了吧？你导轨的话，这种电锯牌做过来，然后你想它去哪里就去哪里啊，390都行的。哦，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你可以随意变动嘛。你要是装在那个固定式的话，你装不了。这种要导轨射灯，那个里面那个孔，这个导轨。这灯太差了。这个导轨的话，它可以移动方向的。这种啊？导轨射灯啊，这个就叫导轨射灯啊。啊、哦，这个还亮不亮、啊？它是没接线而已嘛。对。这样子的话，你左右可以移，那个又可以转方向啊。对。嗯，一般人你买这种灯的话，你不要买那么高瓦的，买小瓦一点的就可以了。小瓦，这个多一般多少瓦就行了？这个淘宝上找一下，这应该是有几瓦的都有啊。天界那边呢？天电的话也有，天电好像跟网上差不了多少吧。网上就用的话，你就要去天电买的，相对比较贵一点。天电贵一点点啊，贵不了多少吧？贵不了多少。像这种一整排，你这样算啊、哦，这堵墙这里，这个位置，你从这里开始算嘛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会要摆出这个位置嘛，它有40宽，还要移出来一点点40。也就60啊，60吧，你大概装到这条线，下边在这个地方，这条线还有这一条线，嗯，
没事，你就这找灰色灯就可以了。找灰色灯。啊。要开全部亮。啊，对。一开全部亮嘛，你看一下要多少个灯吗？啊。导轨就可以亮五个，而且那灯的话，具体你要配多少个？哦，就是你来决定。你觉得配多少个？我不太懂哎。这里是六米七，你这里八米五。就从这里开始是不是？对。一堵墙的一个方式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，八个两边就十六个再三。十六个不止，那因为那边就我这边就装到这个位置了，这里装到这里。十一，这里就加了三个吧，八个加十一个嘛，十九个再加这里四个。哪里四个？这里横过来了，那你要不要摆？要，也要。你要不要23个喽？23个还有这里。导轨，总共是灯要45个啊。2米1米的这个。这里是6米7多啦，我量过了。6米7几？6米76。6米7就减掉60。嗯。6米。6米的话，2米的就要3条。2米要3条。啊，2米的要3条。3条。3条。这里一条，3条，就6条加这里一，加这里一条就七条。三条6条那里。8条9条。这里要2条是吧？嗯，9条。这里不用两条不行吧？因为一条半。啊，反正一条半就一条吧。嗯，一条就行了那里。啊，3条就6条7条，7条加1条8条，8条导轨2米的。2米。啊，8条导轨，这边呢？这里一条不够了，一条、2条、3条，这里2米1条了吗？嗯，够了，有3条。3条，你看这里的话，可能一条2米，一条1米。啊？一条2米，一条1米。啊。再加2条。啊。等于3条，再加这里一条2米了。对。一条。14条导轨。14条导轨，45个盏灯。2米的14条，2米的13条，1米的1条。这里比较长，要拼接。哦。一米跟2米拼接。灯的话，是不是要大一点的好一点的？多啊。灯那么多，不要那么亮。我已经很多灯了啊、哦。啊，你灯多了，你不要那么亮。40多个灯已经够多了啊、哦。够了，你开始买的最小瓦都可以。我要那种色比较漂亮的。灯光那有好几个颜色，有白光、黄光、有中性光3种，还有虚弱。我要最好就是要可以变色那种。变色的。一开又是白光，一开又是暖光。那种、哦、就是有想让它暖就暖，想让它白光就白光，中色灯、那个、中性灯都行。那个要看哪一台，你觉得什么？有的，一般是手动调的多一点。手动调也行吧，反正手动调你要排上去很麻烦。啥意思？它的快关哦，那不行，那个、啊、太麻烦了。我看它有没有那种，我以前经常买那个直播的。那就一般他们装那边市场那边装什么灯啊？中他们拍照的那些，他们装的就是可以调的。就是一个白光，一个中性光，就这两种。这两种多用一点，黄光比较少用。展厅就多是吧？它是有调的，它有三个档位，一个白，一个中性，一个黄这样的。哦。你要确定好你要哪一种，要么你就单独选一个颜色的光，要么就可调的光。可调的光，但可调的光你每次爬上去调啊？你是要每次爬上去调啊？只能固定在一个，要么你就买三。它也就这种选择啊，白光、黄光这两个哈，你其中选一个固定式的。嗯。另外一种的话，就可以三种光随意你调，你调哪一种就经常不用经常去调。那你觉得我要什么光好呢？白光多一点，我经常看他们直播，他们在那里面搞个白光的直播。嗯。不知道有没有得调的现在？以前你找衣服还真的要白光吗？对。以前把你穿那种衣服要拍照这些东西，肯定要足够亮啊。对。足够亮度啊，才能显得比亮的看。你要很暗的话，就没效果啊。对，你很暗没什么效果。他们做直播那些，全部点灯光都很白的，很亮的。对。他们就是一个固定式的那些很亮。以后的话，你自己去搞个中性光也可以。一个是放着衣服看哈。啊。这样看的话，达到气氛效果的话，你就搞个一白一黄这样的。好看。中性光嘛。一个白光，一个中性光嘛。啊，就给它凑位，
隔一个人再隔一个人的这样的。自己调就行了，到时候。对，自己调就可以了，选三个档位的。哦。我觉得我这个气氛不好，我就想给他看过，上面调一下，看一下效果。自己搬个凳子调就行了，自己平时。对，搞个机子也可以，就直接在上面调一下就 OK 了。哦这样安装下来要收多少钱？这边那个灯我以前给他买的话是45块一个，45块一个啊，什么贵啊？45，你要买45个。来，师傅，45块一个，45×45，我灯都要2000块哟，这样子。灯都要2000块，然后还有导轨好像是18块钱一条，18块钱一条。加一下电路安装打发可能六七到三千了，是不是这种差不多跟这种？啊，跟它比较接近，跟这种比较接近。嗯，这种不是那种吗？那种也有好几个规格啊，那种是小号的，那种太差了，这个哦。那种是小号的，还有一种是大号的，可调的。哦，这种大一点的。嗯。那个大一点的嘛，那就可调的。网上买便宜一点，实体店买相对比较贵一点的。网上便宜好多、哦。30瓦一条，导轨啊？不是灯的啊，灯啊，灯带导轨是吧？对，导轨也差不多啊。天线买很贵的，天线买肯定比较贵啊。天线买肯定比较贵了，人家实体店运行还要档次的，就是成本很高哈，成本多一点。嗯，实体店都是这样的。那我买哪种灯？叫什么灯？你跟我说一下。导轨射灯啊。它有导轨的那些网上。导轨射灯，就导轨射灯啊，找一下就好。它就可以调了，成本要搞低点啊，成本搞一低点，你就在网上买啊。这种无极调教，看人家可不可以调了，我给你找一找。我以前经常买，他们搞直播的人喜欢要这种灯。哦，有白、暖、中性光三种。对，还有三个颜色的。他在中山发货，一般都在中山发货，买个好几次。OK 啊，现在剪接灯。一个定位在里面，如果你是平板的话，它可能闪得开一点。对，闪得宽一点。啊，这个是闪得密一点，就是小一点。就是大变小，大变小这样子嘛。灯光灯26盏，全部加起来783块。东西已经买好了，那师傅帮我拉，我电动车拉不动。那就全部搞定了，买完这一堆东西，电线都加买了，加灯啊，还有开关这个了，开关啥？电开关，再加上这个轨道，总共是783，可以啊。刚我在这个在淘宝上面搜了一下，很多卖20多块，不过这个卖18块很公道的。我还是得它，黑白配，行。黑色黑白配吗？这里插座要不要拉？有插座了，这里就没必要拉电线了。哎，你也不在接了，姐。哎，不在接了。多谢马老师。对，搞定了，兄弟们。今天就安排晚上吧，晚上就安排装这个灯。这里一条，两条。姐。装上灯就很帅了。对，其实货架100这些全部堵住了，挡住了，这一排全部挡住，挂满衣服，对不对？那灯射下来漂亮就行了，其实差不多。地板也不用搞了吧，我觉得没必要，是不是？然后这里就是直播老铁666，姐，这一波挂在这里，然后呢印些潮牌出来，上车，5、4、3、2、1。OK， 今天呢那个灯光已经安排好了，也没什么事干，因为货架呢又没有到完，墙纸又缺货，又缺买少了，衣架呢还没到，衣服是有了啊，慢慢来吧，明天就装那个货架，还有弄好那个灯，哇，这里就够忙一整天了。OK， 今天的创业第3天就到此为止，明天继续，拜拜。